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突破200票的大关啊，不是 突破这个啊400万的大关呢？到底呢？漂亮天降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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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克里鸟的鸡巴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。对，现在为大家做第二次通关的示范哈。我们期待的是七洞洞九，七洞洞九，应该是拐洞洞九了，拐洞洞九哈。啊，为什么水珠好像不是那么多啊？OK 了，这关魔技能我觉得是比较 OK 的，因为他打的比较没那么痛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敖广有敖广啊，但是敖广、啊、那个没有练技，对，敖广就是要能够 CD6 出招啦，这样讲比较快。我、哦、那个星座是故意不消的哦，因为我文装还没跳啊、哦。带错队长，差一点点。哎、欸，拐洞洞，嗯，勾，哎、欸，对，拐洞洞勾，哎，不好意思 ，Andy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的那个提醒，拐洞洞勾啦。为什么会念两个拐嘞？奇怪，怎么打篮球一直干拐子？好、哦、代表 Andy 应该是当过兵了齁、哦。应该说当过兵的啦，不是当过兵啦。欸、应该大家都要当兵啦，大部分。文壮傀儡齁。记得哦，那个星座要把它消光光哦。这样才不会缠一个星在那边那个。直接吃鸟不满，没有，前面我会先练啊，练到G7吧。而且我用它的时间比较少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忽然间又忘了，我好像冲太快了，没招按小怪还可以再冲一波。一样哈、哦，好，至于我是怎么转的，我保证两次绝对不会是一样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333就可以了哈。OK 了，二四六八四四四哈，四四啊，不是四四四啊，要解释，给他吸氧，尽量把它消到光就对了，嘿，消完了，我是消到光属性哦。啊，因为开文重，我不想要留一个对遗憾，是遗憾嘛，啊，这蛮怪的形容词。好、哦，拐洞洞勾已经跳了哈，我们可以直接那个。
这还有三回合，所以我们回合数还是要记一下、哦。水珠留顶给我，留顶给我。OK。上面那个水珠应该不会消掉吧？对啊，文仲太给力了。哦，直接一波带走哈、哦，应该的，应该是一波啦。哎、欸，啊，少一 combo 没关系，我们有三回合哦。第六回合了，无视控制越攻越强哦，就让他无视控制吧，就让他越攻越强吧。因为有些时候打关卡，你们可以了解到会怎么死。七大死因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。除了那个有点北兰在好笑以外的部分以外，就是，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个那个什么、啊，哦，会死掉的原因啊。哦，这边我选择就是一样磨，我磨有我的用意，留水珠下来啊，除非他把你水珠转掉，水跟光啊，讲错了。好、哦、漂亮，林老师嘞！我一样没有一波带走、哦。我休息。可以一波带走哎、欸，可以一波带走哎、欸。三颗可怜，不是血藻问题，我是要把那个两秒转把它弄掉。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局势不是很允许我做这件事。对啊，这样子比较正常。有些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会按错那种感觉。给死啊！干！开什么玩笑？哎、欸！啊，不对，龙科应该是第二阶段开的哦。啊靠啊！死啊！哇！敢顺序开错了，有点危险呢。我、哦、干这个叠柱，我真是佩服我自己。看到那个叠柱有吗？那个暗珠是怎么回事啊？好 ，you can get up die。我怎么觉得我这回也会死啊？奇怪了，是错觉啊！我把一波带走，好像我有点……哦，吓我一跳！我刚刚以为暗珠把它转掉了，还勉强嘛歪起，看脸差点歪掉，真的。
漂亮啊！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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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哦！看来鬼刮落来的再见啊，顺序好像反的，应该是先用贝尔夫，再用龙科会比较稳一点。